简用最新版本推出照片生成数字人功能，上传一张你的照片，再通过视频认证，就可以生成自己的数字人。现在是限时免费期间，有需要的朋友抓紧行动吧。我觉得这个功能非常好，所以第一时间录这个作品向大家汇报。新版本增加了其他功能，后期再做详细的作品向大家汇报。在剪映生成数字人的条件，你必须是 SVIP 会员。如果通过我开通会员，我会免费赠送你 AI 换脸工具和详细的教程。打开剪映，这是我刚刚生成的数字人，下面我演示一下生成步骤。我们看到在新版本的左上方多出了数字人选项，点击它，展开数字人区域。在形象下面有两个选项，第一个是克隆数字人，这个是收费的，一个月需要49元。第二个是上传图片形象，标注着限免，以后有很大可能会收费。点击这里，上传一张自己的照片，支持上传本人的照片创建数字人，或者也可以上传原创动漫形象创建数字人。为避免侵权，若上传的照片为真人照片，剪映会进行人脸校验，请确保所提供的素材为您本人自己所有，或已获得合法授权。勾选上进行下一步，它会提示你打开摄像头进行人脸识别，识别成功后，大概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生成你的数字人形象，以后在使用的时候充值积分就可以。如果找不到积分入口，请看我的这期作品，或者在评论区留言，我给你带路。